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其实是白棋领先的，大概六七十步的时候呢，黑棋自己领先啦。可是大概到160、170的时候，其实这个给白，这白棋真的有机会啦。可是到底什么错误又让黑棋又领先回去的呢？所以我们大概从头看一下哈，开始点角，点完角过后，这个题然后再来这里。所以这一个情况可以看到，白棋他想围住这个外士，这个扳，然后这个打入，他这扳来在这个靠呢，其实以这里来讲，都 AI 都觉得都是白棋还目前还比较好的，尤其他这点完够，其实现在白棋有一步很好的棋，就是白棋其实现在应该马上，他连说这马上来这一个，把自己掏掉，是我觉是 AI 觉得这一个是应该。白棋应该马上走的一步棋，可是呢，这个当然他没有马上走，他去挂这个角，他去挂这个角的时候，他去来这拖完黏，压完过后，他去守这里，守这里呢，其实应该也比较积极的，马上来这里，或者是一样这掏掉这个攻击上面会比较主，他这一个守呢，主要是没有给攻击给黑棋自己防守，这个一碰一扳。这看起来很严厉哈，然后这个再靠下来，他这场所 AI 是觉得这也可能这个来这里，他来说可能降的话还比较容易，可能这三个其实可以弃，然后再跑出来也可以，这马上冲出来给这拐了再来，这里的形状呢，白棋其实显得有点奇怪，可是这走完过后，其实以 AI 是觉得这个还是应该直接砍，还是直接立下来。这虽然会比较乱战一点，可是这一个可能也是 AI 他们计算能力比较高了。这一个飞哦，也是想抢一个先手，这尖完再拐。这一步的话呢，反而给这一个黑棋这个刺是很好的一步棋。反而刺完过这个一来，反而这时候这一步哦，这就是为什么换黑啊白棋的胜负忽然就给拿掉，说这一步太缓了。这一步给上面这也拐了，这一步呢以 AI 就是这个怎样都要挖一个。这挖一个的话呢，这如果黑棋来这个来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左边这里完全是可以不用补的。可是如果这时候这个打吃的话，这个一粘起来，因为上面有这个粘，这个也可以断，所以切四这一个好明显就效率低了一点点。这一个走完这里呢，AI 的角度呢，其实这个白棋应该可以马上开劫，尤其全局白棋比较厚，它开劫地方一就是忙这个靠。看完打字，然后这个挖再扑，这个就左边的这个劫，这是一个。第二个劫呢，其实也是可以走的，就是其实上面的这里哈，他想可以吃这个棋子，可是这个的话可能可以自己先交换一个先，走完过后呢，这里可能留一个挖，可能这个打吃，然后再从这里打，因为这个连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白棋是可以从这里压过来的。这样呢，用这劫，然后打吃，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来给他抵抗，来把这一个棋吃掉。因为白棋其实蛮多本身劫的，所以这一个白棋他应该是不怕的。这里，好，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是 AI 比较想做的事。可是这时候呢，就是白棋自己下的比较软弱了，这一个连过后，他切的是这一个，反而给这个来过后冲啊。他实战呢，他也没来，他从自己打吃给这个一来，所以上这其实亏了蛮多的，就弃了4了，弃了6，吃了8。然后这一个来这个时候呢，AI 觉得这个其实白棋也应该从自己煎一个吧，煎一个感觉攻击力也比较大，这煎这一个的话，反而给这个长这个立下来，然后这个煎来，其实这白黑棋只要来这一个的话，可能胜率就很高了。可这一步的话，白棋这一步和他度是唱反调的，因为他度的话需要这而不能打吃这个棋子，所以这一个来的时候，幸好这个黑棋单他先安全稳定，这一个来这时候再搬，反而现在是白棋变得很尴尬了。首先他当冲了这一个棋子比较不赢，把他想上面借点东西，然后再来，然后这个搬完走完，然后再贴过来，然后其实这里呢，其实白棋现在其实已经面临很大问题了，所以现在白棋这个扳，黑棋是退一个，再碰了再碰，也是白棋还想找一点
方法来想把这些牌清理回，然后这里再开这个劫，这提，然后这个打刺当劫材，他补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压，其实方向比较奇怪，可能如果这样走的话，很想马上自己马上靠回来的，这爬回来用这个劫把它开大哈来看这怎么办，他这个爬回来的时候，然后实战这个提，然后这个再退，感觉上有点缓1416。然后反而给这个飞，这个飞就很好哦，就是可以把对方去吃住的感觉。可是这时候呢 ，AI 觉得其实应该尖这个会比较好，因为这里有黑棋，其实尖这个的话，因为下面都是白棋，黑棋这一个还要活其实更难，你知道吗？而且上面也比较没有味道，所以尖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尖这个当然上面是死掉，是这个作战哦，其实就是很风险很大的一步棋哈、哦，就靠一个劫。这个盲年的时候，其实这里。白棋的自己作战，其实这个送一个其实很奇怪，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做活的话，为什么不从这里打吃？他连我这立下来，他不他这个他们不进来的话，你是活两个眼的。他点你的话啊，他要杀你，他来这里哎才处理外面嘛。同样是当然是一个眼，可是也是先手，这样他拿的角地也比较多，所以其实这里白棋这个。白棋这个铺一个其实是挺矛盾的，他也是先手，可是这样看起来黑棋的地也比较大，你白棋的地也比较小，所以这个是自我矛盾一点。然后这个冲他这个挤哦，其实这个黑棋这个挤的次序有点错误了。他这个呢，其实如果要走，除非是等好像他挖的时候才去走这个挤，因为这个挤和这个其实对黑棋来说是挺损的。他冲的时候，这时候白棋去冲这一个，就可能看清上面的六个棋子了。这退这个时候，这一个白棋很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再冲呢？直接再冲的话，现在白这个其实就不用去连了。如果他挡这个盲断，他打这个马上藏一个。这个反而黑棋很难办吧？哦，这一个你补这一个，这个当然他这一个有再藏一个了，等一跳就把这夹住，等一拐就把这吃住。所以这一个其实也是这里白棋应该这里拼的，他不应该后面去补这个棋子，因为这一个的话，黑棋现在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在后面断。他这个他根本没有时间后面断，所以这个白棋没去冲到这一步棋太可惜了，去连哦，然后这个去死掉这一个了，这个从这个六个棋子死带太不价值，只是单关连回家，黑棋就比较不值得。他来的时候，这个也是白棋去拼了，这个其实还算是有赚到，这个走完过后还来的时候，这时候白棋很好，这个冲。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胜负一下子降忽然这里也是白棋的最大一个优势。他来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一个又弱掉了。这时候呢AI 觉得其实这个马上冲。这个你可以注意到，因为其实他来这一个其实他是并不能冲断白棋的。他下一步的如果脱先他去冲断这一个的话，反而自己的棋会死掉。打吃来这个一打。所以这个补的时候，这个是冲不断的，而且这时候呢，白棋有一个很好球，这个一藏，这个也只能这样补，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马上来这里了，或者是这个直接打吃，然后再来这段了。现在的白棋其实可能就很大一个问题了啊，现在黑棋可能就很大问题，来的时候这个一爬，就全面的一个作战。其实这一个的话，可能白棋的胜率可能会就比较高了。可实战来说，哦，这一个退了这一个就比较松。可是这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就是他这个虎这个冲可说是黑棋的一个最后一个熟手啊。因为其实他应该自己先飞一个，他先飞一个这就很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但他只能熟手这样双，然后这个还后手的补。要不能马上补，他马上补的话，这时候这冲就不得了了。
明白吗？或是直接靠这一个，可能也是有棋的。可是实战这个一冲，反而这里为什么胜负呢？忽然啊，这里呢，忽然白棋忽然变得领先，他这个尖这些靠完，这走完过后，因为现在白棋现在其实非常有机会的。一来这个一爬的时候，这时候他忙来这个断，断完打吃。但这个几其实比较还难说，可这时候白棋没有看到一个胜负点，其实就这个打吃了在场。不同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他只能这样来。等一下这个一打吃，这个九二九十一个交换，等下对下面的这个连接是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然后这才补回来。如果他先看到这个的交换，其实接下来可能黑棋就面临更大的问题了。可实战他没有做好这个交换，他来这个给这个撵这个来，这靠完够他这个一虎，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一撵一来，其实在胜负呢，其实白棋是领先的，可是这就白棋的最后一个错误就是来这个段，这个段的话可以说是这里就送了最后的三分了，这里白棋现在最好的就是忙来这个靠的先手，靠完这个虎。这走完过后，然后这个长，这个长呢，很明显，这个黑棋还要补。他无论自己拿到地，这个白棋、黑棋这个后手补这一个，他其实本身没有这个这两个的来回差别太多了。所以呢，这个一段可以说是浪费了一手棋呀、这个段感觉贪心，因为。这时候呢，在这一个段的时候，这打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这一个。但其实这个的话，但这个提来，可能也是可以，可是这个还是局面还是可能会比较亏一点点了。所以这时候这个一来，这个一打吃，这个一打吃，这个时候这个实战，这个打吃，这个一粘，然后他实战这一个再粘起来，这个一打这里了。来回的分数就是这三步半变不见了，所以他这算自己靠走完这个剩下的先手，他走完了，然后是这个走完二一二，这一个二三，很奇怪，说白棋不马上搬这一个呢？这个两个先交换，先三目，先便宜了，他可能怕这个来着给这个挡了，可是这个甲也是很大，这个可能先走完了，这个过后的分数也差了整两目。所以这时候呢，哦，白下来这一个这个尖的时候还没有来这个扳，这个扳现在最大，还扳的时候反而给这个尖便宜到了。这个尖的时候其实以 AI 的，这个的确因为自己的眼位，这一个其实白这时候黑棋白棋不应该来这个挤，由于它这里是有一个眼的，它这里是有眼的，所以呢，这时候白棋这一个来。这一个给这个先手便宜，这损失的有点大了，所以最后再来这里，这个长他来拐手，其实这一个把白棋也便宜了不少。然后这里呢，其实 AI 其实最后认为他很想白棋这个搬出来，这里到底有没有棋呢？或者是他可能这一个马上这个长下来的这一个，或者是这一个。这一个，或者是直接这个立下来的，因为立下来过后呢，有一个这个立的好手。如果你打吃，当这个一打吃，你一来这个一扳，你可以看到这时候黑棋是没有办法断的。所以这一个其实是有这个扳出来一个手段，是可能黑棋最后是没有看到的，直到他去打吃，他实战打吃，他走完过后。这走完这里过后给这补完，哎呀，这机会也没有掉了，所以就太可惜。然后过后还是尽他最大能力去收完自己的官子，这些官子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了，所以就是一个三目半的一个分数输掉了，是非常可惜的一盘棋。很谢谢大家看。好，那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哦，今天连续直播了两场，由于今天我们的 Drake 今天晚上参加比赛，毕竟要给他支持哈，所以很感谢 Drake 今天，不然还有两场，
好，下一场呢，他对印尼，还有第一场对中国，哦，好，所以我们再祝 Drake 接下来的比赛更加加强。很感谢各位来看我的这个围棋直播。如果你们想支持直播，这也可以买星星、收星星给我。好，那么的话，很感谢大家2个小时半的这个直播。那么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好，拜拜。